今天的这个舞台算是六颗星球表现的最好的一个，我真的蛮感动啊。我觉得是我那个拖累他们的，我没看过那么认真的。危机四伏的冒险旅程即将展开，穿越宇宙彼此碰撞的少年们将爆发最强光和热。TVBS 42频道8月27日起，周六晚间8点准时登舱。